这里就不要出去，虽然我没有四，那你出去他直接走过来，我和他可以直接取一个 W 五秒上一个交换区。这里干什么？全打我还鼓上。 感谢晚风吹过那角角落送的 bug。那四平方打不打我？这里可以稍微跟他顶一下，换下去。 First blood. 还想玩？玩不了了，跟你讲，叫狗熊来帮忙吧，懦夫。他真走了，懦夫，垃圾。 小子，不要装神弄鬼，把面罩脱下来！这么痛。 爽不爽啊？这么恶心呢、啊？还开连呢、啊？哇，你还帮他控线呢？狗熊好人呢、啊？ 我操，这个狗熊真挺狗脑的。狗熊好人呐、啊，你把人家上路搞炸了。打自内讧一下。妈，晕三个头啊！我操。
以你现在的身份的，松松松松松！但你早点推他呀！哎呦，这个辛德拉，哎呀，感觉他好像有点怕这个家伙。这往后还把人头让给这个，你这不是他妈再给他杀一次，不从这里走啊？ 这辛德拉有点夸张，他移速很慢，他不往这里走，他要死了，坏了，我后悔让人头给他，终别来上，终别来上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让这个人头给他就是个错误。 好爽，打完好像提亚马特，很舒服。坏了，这把不EU了吧？小鱼人这把很太猛，感觉还是看谁的，看谁玩。辛德拉压不住小鱼人吗？辛德拉不是克制小鱼人吗？难道辛德拉会被小鱼人压制吗？我感觉一级都要被点到爆了，第二级。 这小鱼人去哪了？我需要知道他的位置。这比小鱼人，感觉他应该会被吓死。法爆了，这叫。 小鱼人都法爆了！啊，鱼时间到了，还吃了个最大的鱼，我操！哇，好难打哦，大伙呀，这把怎么办？有点难打，出 CD 血盾吧。这把没带香味吗？打完好带征服者好用一点。我带香味也行，但征服者更厉害一点。那你缺点经常跟他 A 幺打出。 剑魔打婉豪比较好，叠中。坏了呀，ELO了呀 ，ELO 了呀，婉豪是安排的躺赢的。直接开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的死亡是我的歌声。 轻松搞定，慢。鱼人来上打我。下版本这个虫子给治疗不是护盾了。 还好，这十只狗管得住手。
吃午餐喽，这个魔抗很关键。下版本这个虫子给治疗不是护盾是吗？哦，治疗它本体是。是只狗懂玩游戏的呀，大伙。这把是帮肉，不是，只是我换鱼人对象，我必须得买一个魔抗。 不然我打到很容易死，把一条线破了就行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然后我们再把经济时机买出来，杀潮虫给回血，我们打潮虫会给回血，还行。 鱼人去哪了？我操！鱼人去哪？你这搞得像录屏。你说前期吗？主播有神秘按钮，还行吧。我这是游戏。啊？ 他怎么往这边走了一下呢？他知道我在这吗？他为什么会过来点我一眼？你吓死我！准备刷钻粉送飞机，<笑>这样子，哎，那可真的是错过了，那可真的是错过了。 一闪，哎呦，变羊加闪现，无人是不是也闪了？刚才无人好像也闪了吧？记得是。那看来这宝宝做血缘邪路，好可爱的 Q， 变成小动物还会 Q 的，有点可怕的，说实话。接下来我需要做个冰刀。嗯。A 他也怕个屁！ 你光跑了没用，把距离A开，还是太神，不玩了，这么消极，太消极了。 这无人根本不躲剑，<笑>他太着急想要杀死我了。那怎么讲呢？没香味，没那味儿。我这里少了好多攻击力，为什么少了20多点？我本来应该280多的，少了好多攻击力。 我简直就是天才！嗯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钻到小虫子里。 还好，怎么说？主播的车技怎么说？车技不错。这得益于主播经常听啊，这某个导航。前面是红绿灯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嘿嘿。前面又是红绿灯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嘿嘿。嘿嘿。
当心，前面有电子眼。话说回来，电子眼和漂浮灵长得可真像啊！当心，前面有电子眼。话说回来，电子眼和漂浮灵长得可真像。小派的。下一阵出什么？来个破盾刀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买新虫子吗？哎，不用买，没什么威胁。哇操，这把爽出穿甲，根本没威胁，直接来个破盾刀。喜欢买护盾是吧？我操，开个大被打死。你们射死吗？不会呀。看所有人聊天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我感觉。喂，这婉豪跟他们吵架，就给他弄死。你还别说，这伤害还挺高的。你不会还往前走吧？帮忙举报一下。怎么婉豪心态被打崩了吗？闪，他好像闪现被我弄死。他动一波线，老子给他二十分钟。我操，内讧成功了，心理战术来了，家人。主包的心理战术有成效了。这魔的伤害我看不懂，你要能看得懂，这你也死了，我跟你讲。还抓起来，可以，操作很细。坏了，还真被主播给内讧成功了，75-28，我操，这穿透 crazy， 已经还可以了。如果是二十分钟，我还得再加47点攻击力，你知道吧？再加47点攻击力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然后再变成一个16级大招。我操，这开大太夸张！这武者还行，就是没相位的那个穿透。哇操，每个剩一点血，太恶心了！就是差那点攻击力。小鱼人确实有点不太懂。没到16。好。我操，1000。害怕。Q3 就死，太夸张！主要我还有破盾刀啊，破盾刀是关键的。其他的都还没什么，主要是有个破盾刀是怎么搞的？我操，还能这样杀的？
拿下兄弟们。哦，为什么大家让大家点波关注？拿下还行还行还行，嗯，攻城。